张静双夫妇，张静双夫妇，两户生夫妇，两户生夫妇，袁双夫妇，张静辉。
太好玩啦，一日很高兴啊，都不去换部车，我爱你一梦觉定人家表达我心意。好，那我们有请全体肃立，唱国歌。待会儿大家不要忘记，可以赶快找他们拍照留念。好，那我们请所有人准备，他们已经要下台了。我们请贵宾所有再回到台上好吗？摄影师特别要求要拍一张大合照。各位贵宾、总会长，我们请大家再次回到台上。哦，对了，摄影师决定不要再拍了。OK， 好的。那我们请大家就各就各位啊，就坐可以就坐。好，各位来宾。今天马来西亚南北龙狮总会呢迎来了41周年，那么如果我们说一个婚姻已经超过40年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红宝石婚姻。那么今天这个晚宴可说是马来西亚南北龙狮总会的红宝石之夜，让我们一起欢歌，一起笑语，一起同庆。那今天非常荣幸的我们的这个迎宾师团的这个阵容啊，非同小可。有了这个是来自一方龙狮体育会八打林团队麒麟龙狮团、慈孝庙南北龙狮团、马来西亚玄龙体育总会、新街场华人体育会龙狮团、双溪威群体、双溪威群乐体育龙狮团、民国威武五家龙狮团、吉隆坡东胜体育会、马来西亚义民诗艺馆以及雪州万劳玄龙体育会的合作，让我们有这个阵容非常大，而且我相信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一刻。虽然是短短的差不多10分钟，但是我相信足以给每一位嘉宾以及今天晚上所有的贵宾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那么也在此代表理事会以及筹委会祝贺这个。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好，非常感谢来自这个慈圣。
这个 LED 龙来到了这个崇文华小的礼堂，那么精彩的表演呢是绝对不会中断的。Thank you.
Thank you.
各位来宾，如果认为我们今天的在哪？